在举国同心、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关键早期，我们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齐心协力，第一时间组织捐款捐物，支援祖国抗击疫情，表达心意。现在，德国疫情也比较严重，我们得到了北京海外联谊会的关爱和物资捐赠。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收到医用护理口罩5000个，防护口罩5000个，真是及时雨，感动万分。祖国的关怀令海外华人华侨动容，在此感谢北京海外联谊会对我们德国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。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，疫情终将过去，祖国永远是我们海外华人最强大的后盾，是我们永远的根。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，各位同胞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